Hello，晚上好。Hello，这只蛙呀，我好久没有找到我这只了。晚上好呀，看我研究的新发型怎么样？我这比有刘海好一点。点点点是什么意思？主要是我两三天没播了，比那个好点吧。主要我两三天没播了，就像是今天，这个刘海咋了？就是它太短了，它分过去，就是分过去太短了。没去吃火锅，因为我不想吃，因为我要减肥，我明天有彩排，我明天有彩排。Hello，麦麦，谢谢麦麦送的蹦迪儿，别在这儿，我就想这样，怎么了？我这个刘海，我就想这样。没有，他们叫我了，但是我没办法去。彩排一个，对呀，彩排一个什么来着？哦，那个什么民族音乐的小综艺。不用带了，我不吃，我不能吃。蛋白棒吃了呀，蛋白棒吃了。所以袁一杰，你看，你说一下我今天这个发型怎么了？真的是，好像是接的外物，我也不知道。我这次是临时接的通知去的，还不错。看吧，说丑的人真的生气了，我真的生气了。开会开了3个小时，是吧？真的生气了。我来看一看，我得整半天说不好看，我真的是，那么久能讲啥？就讲一讲最近规划啊，什么什么之类的，是吧？就讲一讲最近规划。大学生职业规划，也不是，就是一些讲一些那个，肯定不是讲那些，就不是就是讲很正常的东西，就是讲我们要怎么，啊，反正就讲自己的规划嘛，讲自己要干嘛。你看会就两，你开会就2句。我们其实也没讲啥，我就是想了好久没有播了，跟你们说句话。对啊，每个人都要讲，每个人都要讲。完了，我怎么一开播我就烦？我搞什么？我这两天我在干嘛？我一个是，我没怎么播，然后我还去逛了他们直播间，肯定不是烦你们，就是我自己。
就是没咋，就是感觉没那么日常暴躁，日常暴躁。取经取了，但是取完，谢谢宋启怡，是张飞女士送的星河游览，谢谢，谢谢哦。一言不合恼了你一下。我知道咋整了，但是这样的话，我取的经是什么呢？我取的经是我粉丝会变成会变成穷的人，会变乞丐，怎么办？看吧，我现在谢礼物都会谢的，就是这样谢，就是谢谢宋雨琦那个送的，就是我已经取会这个送礼物，谢礼物了。我已经学会现在怎么谢礼物了，反正一键变穷可还行。对啊，就是一键变穷，万一我取完经你们变穷了怎么办？可惜你今晚不喝酒。可惜你喝酒的时候我都没怎么播。就是我取的经呢，就是业务有什么呢？什么往钱包里塞点手指好，就什么刮刮乐呀，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。晚上好呀 ，Hello， 有一次播了，谢谢路易送的蹦迪儿，谢谢。然后你睡着了，哦，是吗？那我还真不知道。我会了，但是居然是无刘海，怎么样？评价一下，就是我今天挑战的，这我今天新弄的发型。之前不是卷发呀，我之前是直发，没注意哭了，好吧。之前是直发，谁说我之前是无刘海也好看是吗？可惜公演看不到，再过20场就可以换发型。退钱怎么能？就是，但是我发现我这边眉毛没画好，我老提眉，为啥呀？看到我感觉焕然一新。什么焕然一新？很快了，你先睡觉了。好，你去睡吧。就这几根太短了，然后我就只能把它这样弄过去，这个新发型怎么样？谢谢算了和小雨仔送的荧光棒。9月10、20场，对，我还能比他们提前早一场换发型呢，应该喷点定型喷雾在这给它定着。撩上去算了。就是其实一个就是有刘海一个没有刘海呀。对，我提前一场，本来我跟你们说今天业务是啥呢，但是我在思考，就是什么转盘呀刮刮乐呀，你们愿意玩吗？这是我昨天去取经来的。那个发型，可以。我先给你们放点
歌儿。对，拼黄管什么意思？有业务自己不干，对，我不干。CGT 去运动会吗？不知道，他没说。我们今天开会就在那说了，就是我们队的规划呀什么之类的。今天顺利吗？挺顺利的，但是今天我从早上起床到现在都没睡觉。本来我想的是今天不播的，但是吧又想了一下。你们好久没有看到我了，你们会想我的对吧？然后呢，我就说那我回来，我本来已经很累了，我都想睡觉了。然后就想你们好久没见到我了，我这一天一直在忙，那我就化个妆来播一下吧。有什么好规划的？就是简单讲一下自己的规划，我也不知道。假如去报什么项目，那个不是每个人都能去的吧？一想到开会已经困了。对呀，你们想，我从早上9点半起床，我就一直到啥时候，就反正到现在，我都没有看到发微博了。对呀，我发微博了，没事儿，不播也可以。好，那我下了。贼 好看，谢谢。那你就夸我这个发型亮吧，谁敢不夸我这个发型？播都播了，就是那个猫，哎，那个在哪？稍等。这个呀。你们那么喜欢看这个吗？非要这样是吗？很搞笑呀！我没有，可是这个是黑的。卷发是不错的，是吧？我真的必须给换起来。反正我是夜猫。谢谢 Elson 送的巧克力。我这边眉毛为啥就是挑眉呢？我真是受不了。本来今天那个还要挑眉性感，不喜欢 Elson。Else，终于读对了是吧？没有话真可怕。谢谢宋雨琦是招你是孙悟空爹儿，谢谢，谢谢孙悟空爹儿。如果我今天哭了，你们会怎么样？我想哭一个，没有，我没去考。今天本来还说，就是说那个什么来着，先给你们唠一会儿，没听见，重新来，重新送，就是说。哦，我现在哭一个吧，我现在哭一个。你今天太好看，所以挑战成功。挑战啥？世界并没有停留，只能听说。你们真想玩吗？那呱呱的，我昨天去，他们有人还帮我送了。送给前辈，然后让我玩，因为我昨天到处乱逛，但是我的号又送不了。玩儿好，我现在就开始。你看见什么？玩大的。等一下啊，你们想有哪些选项？你们来说吧，那刮刮乐选项。
主要是我真的不知道，我今天其实我们在那说开完会的时候，我也想了挺多的，确实是得有规划呀。不过本来就一直在规划的，机器人一字不差全说了。等一下哦，等一下，稍等一下。这是怎么的来着？怎么弄的来着？让我思考一下，等一下。就是那个呱呱乐是怎么？没有，那呱呱乐挺好玩的，我跟你们说。啊，你们也能看得见。那呱呱乐是怎么玩的？就是。怎么玩呢？就比如里面有选项，飞两个发电撒娇嘛，那当然呀，那必须，那就是，好贵呀，就是怎么样？他那个是怎么样？用咬，用什么咬？用什么药？没有，我想想，这个它那个呱呱乐里边是有啥？就是里边有什么？要开多高呢？不知道呀，我在思考，我在思考。它里面就什么？有什么来着？完了，我这个记性我给忘了。就是，我现在，你刮中我给你5元，反正很好玩。就是昨天就是有两个粉丝他们给我送了，之后呢，我刮了好几个，是他们替我送的。然后，因为我觉得很好玩，我也想刮，但是没办法，我的号刮不了。这个怎么弄？我来看看怎么弄。好难呀！对，我在制作呀，我现在就在弄啊。他们昨天就是这样弄的，然后这样刮刮刮。但是好难呀，稍等一下。我来看一下，我来看一下，我来看一下我今天问的，不是我不会啊，我不知道，我现在在弄，咋写的？主要是我今天刚学完，我怎么给？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再来一次。哦，对，有谢谢惠顾，有再来一次。然后，谢谢29点的蛋糕，听风的巧克力，谢谢。就是什么来着？等一下，我先写一个公告，刮刮乐制作中。它里边有什么？等一下，好难呀啊！脑子抽了。是哪个软件来着？等一下。哦，
谢29点的蛋糕厅送的情书，谢谢。唱歌跳舞，稍等一下，画 ID 哦，画 ID 可以，是什么意思？刮刮乐制作中呀。画头像，用 iPad 画是吗？完了，这个软件的那个在哪儿啊？啊，这个软件的那个在哪里？好难。哦，我直接新建一个。啊，好了，这个是吧？画 ID， 我真的能胜任这一份吗？哦，对，查水表。画 ID 怎么 ID 怎么弄呀？行吧，我先。你觉得那个画 ID 我是要写在刮刮乐里边，还是先出一个？选择困难症。我其实今天就想尝试一下，我本来回来其实还有个选刮刮乐哦，那我先把前提是我不要拖就行，我不会拖的吧？我应该不会拖吧？虽然我手有点笨，但是我不至于就是拖吧？啊，这是什么东西？什么贪吃蛇？不是。1010的刮刮乐什么东西？啊，那个表格我不会，好烦！我能不能自己动手画？实在受不了了。啊，它有尺子，等一下。哇，我会了，我真聪明，哇塞。我真是个聪明人，就刮刮乐我会了好像，可是怎么把这个尺子给它竖过来呢？我画好了，等一下。谢谢29点蛋糕厅送许愿瓶，谢谢。是什么？别慌，别着急，家人们别急，我已经在画了。咱们就是别着急好吗？啊，原来是这样，给它竖过来这个尺子。别急，我在制作中，就是有点儿到哪个位置了，当然是就是快了，对吧？哇，这个绘画软件我用的好爽。我其实买 iPad 我真的是纯纯为了玩那个披萨游戏，然后我再也没用过其他功能，结果现在发现它是有点东西的。哇，好好玩，我以后都会觉得直播好有趣，主要是我自己想关，你知道吗？主要是不是我昨天看真看上瘾了。好了，然后现在就写
先写一个什么呢？写一个什么呢？茶水表。OK， 茶水表是吧？他为什么不让我？等一下。哦。哦，初印象，可以。你的 iPad Pro 被你改成了办公电脑。谢谢，是九点的蛋糕厅送的，传深海的。怎么办？我写字太丑了。没事，你们能看懂就行。哦，点歌好。最近我要好好写字。费劲头皮，好难。写一个飞吻。初印象是吧？没事，我写字虽然有点丑，但是只要我能认识就行。这真的能看懂吗？还有什么来着？还有写什么来着？写个。稍等一下哦。啊，答案之书。然后呢？点骂你，哇！然后谢谢回顾，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谢谢29点的蛋糕厅送的巧克力，谢谢。再来一次。说好不会骂人，没关系，我可以尝试。我现在就是什么都可以。啊，我知道了。没事，我能看得懂就行。笑死了，跳舞这太小了，怎么办？这里太小了，我来看看还有什么。哦，思考一下。哦，换 ID。 一个呀，太容易不就太简单，所以我不会弄太简单的，放心吧。我来思考一下还有什么呢。握笔会一个笔兜什么意思？在。
怎么那么想看我撒娇，救命。你不看什么？你不看什么？你不看？哦，你不看我撒娇，想看撒娇没门儿。我思考一下有啥呀？还喝一点水。谢谢小狗送蹦迪，谢谢。真心话，我在模仿，就是不行，不能看，等一下，等会儿你们就知道刮哪儿了。对呀，我今天从早上起床到现在，哎，就想着好几天没播了，我这一天在摆烂，也不是在摆烂，就是比较累。没播，所以就今天努力一下，大冒险。我好像都看不懂。我就是因为这几天没播，所以我今天播一下。我好几天没播了，我感觉。就而且主要是我今天想尝试一下这个发型，因为我今天是刷到这个发型，我就想弄一下。尝试完挺好的，怎么样？你们觉得这个发型怎么样？就一天。你终于打完针，你去干嘛了？你去干嘛了？嗯，肠胃炎。真的假的？这个发型？感冒了啊。晚安，小狗晚安。很成熟，以后我就是成熟风。谢谢小狗送的蹦迪，谢谢。以后我就是。我要换首歌，这个歌听着。要做自信弟弟，好的，今天开始我就做，今天开始我就做。谢洛洛送秋天的奶茶，谢谢。塔罗牌我也不会啊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行。呀呀呀呀呀！熟悉的那一条街，对啊，有我去安置不写了你的画面，我们回不是这个笔没电吗？不是呀，唱歌。
哎，他怎么突然写不了了？啊，好了。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，和你坐着聊聊天。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。嗯，他怎么突然写不了了？看看你最近改变，骗萝莉学会的。不再去说从前，只是寒暄，对你说一句，只是说一句。啊、晚安哦，洛洛。完了，我那么晚播，真的会有人看吗？洛洛太晚了吧。但是我主要是我今天弄得很晚，好难呀。他为什么？突然不能写了，是什么情况？是我明明就明白吗？让我来放一下我最爱的歌。小橘子是谁？在这个小小地球，全都永远都不熟，而我总要往外太空，那里是否近？就连是在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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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这叫朵朵，他们不在呀，吃酥肉。芒果饼，还有海椒。你没事打包回来，就你俩去了吗？陈宝玉，哇，你在干嘛？我在直播。嗯，名字过。枪局他能和云姐狗带。嗯，哦，我都准备也是这种。爸爸，好好玩。还有你把它涂了，然后擦掉，让他们在哪儿？我现在写不了字，怎么样？写不了字，你看，到竖点了呗，到竖了呗。为什么不打嘞？嗯，这白色的擦掉了。为什么是白色的？哦、你这个是白色的呀？啊，好蠢，蠢到一种境界了。你为什么不直接这样拉过去的黑色？这样，嗯。我靠！你比我聪明啊，天君。哪有？我最近在学习。我二号。我在学习这个画画。我二号。你是用的什么软件？我都有。iPad 自带的那个。哦，我都有。你帮我想一下还有什么？还有些啥呢？还有些啥？嗯。我多写几个，把它填满，哈哈，可以。嗯，还有在见面的时候握手。握手会的时候跟他一个奖励啊，真的吗？对，看见我奖励。对啊，香菊，没香菊，好好吃这个，多吃点，我再去分享。哪个？嗯，还来一会儿吧，我去分享。嗯，露露，
没事，你等你吃完。没有纸怎么办？哎，纸，我给你找一找。这里，这里。这里。哦，这个。没纸抽纸啊？没肉。我有抽纸啊。你能给我们桌子一包吗？可以啊，可以。我们我拿走喽，快拿一块。然后你拿过来哦。好。他要不，他也在研究这个，但是他没事。我马上就制作完这个字，你们虽然看不懂，但是我能看得懂。不是，是很好玩，就是看到我自己也想玩那种。还有什么来着？你们睡了吗？不会睡的吧？家人们，你们不会睡的吧？对啊，因为他的头像就能转圈，因为他的头像能转圈呀。你在开电车哦，小心，注意安全，注意安全。晚上好呀 ，Hello。我在想，我这歌还有什么呢？小心点，刚说完。谢谢西海岸多送你一棒棒。你帮我想一下，这个还能填啥？啊 ，Thank you。还你填啥？啊，我知道了。我这个脑子。我再送点啥啊？我填满了。还有踢出房间啊！我也不知道，他们说踢出房间也是一种奖励。嗯，不知道可不可以？啊、蚊子吓死！那。他们说踢出房间也是有点点，不知道可不可以、啊。也变成白色的了，刚长点了。啊，我懂了，长点它就会那个什么。对，白色。那是什么呢？啊？还有什么可以？我说的踢出房间。还有呢？嗯。只对小黑粉有小黑粉有效，不行那种。那有什么？我看看。早晨六点半，煎两个鸡蛋，
点歌有吗？有的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是啥？咋了？就是。咋了？我都知道，怎么看不懂呢？对啊，我写的字只有我自己能看懂。打你字书是吧？对。走咯，拜拜。好了，终于。合照那是不可能的，那怎么可以的？啊，哈哈，好了，哎，他为什么这个颜色它盖不住香薯？啊，这个颜色它盖不住，为什么呀？怎么把它盖住？啊！我把我刚刚写的全擦了。啊！我想死。没事，重新来。绝了。没事，我重新写一下。还好没有擦了很多。我其实有时候在思考一件事情。好了，选一个什么呀？好难呀，这个。虽然现在还是有点难受，为什么呀？怎么了 ？What？这要用什么颜色？哦，盖住了，终于。
为什么他有些能盖住，有些盖不住？啊，他又盖不住了，我真的。好吧，他有些能盖住，有些盖不住，这怎么办？我服了，我突然不想玩了。编号。嗯，我吃个东西。哦，对，那就是，那是一，横着还是竖着？嗯，今天播的人那么少吗？熬不住睡了，去吧。今天播的人好少。我好了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，你的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一到四十九。那定个什么呢？定个什么呢？主要不知道进个啥，感觉突然定个，你有点困，我弄好了。几个蹦迪玩一次？几个？三个蹦迪玩一次，贵吗？那三个吧，还是两个呢？就这样吧，好了，完了，这里边有不好的，你们抽。其实你刚想说两个，一个蹦迪是多少？好喽。谢谢漂亮女孩让我心碎，送一个情书，谢谢。镜头不用钱。不用切吧，我都没有图，给它图上。三个贵吗？我不知道呀。我不知道呀，主要是我随便定了一个价格啊。宋雨琦是张薇女士加入了我的第一个游戏耶，很贵吗？
是是是，发发发，那就这个吧，那就三个吧。哇，这是我昨天取进来的，虽然学了一半。好数字。因为我后面发现，那你选吧，你选一个数字，确实很快。58，谢谢。哪里有58数字？就是。只有1到49，我好久没有弄这个发型了。哦吼，哼，麦麦也参与吗？你眼睛要闭了。开始玩了，但是我只学了一半，我不会把它那个给你关。我就是现在有个重点是，它就是我不知道怎么给它磨起来，重点是这个。我来，林夕不要太迅速。我跟你说，就是这两天我从他们那偷学来的，就是我发现了，我其实是。等一下，混乱了。稍等一下。我真聪明。等一下，我先截个图，然后我把它拿去那个，然后我把它，哎，我没看到你的飘屏。等一下，宝宝，等一下。你刚刚说什么了？不是你发，这是卢晨曦的新发型，好好看，真的吗？这个发型吗？因为我今天我在那刷那个，我就发现我能不能换个是你，我就在想我能不能换个发型呢，然后我就弄了一个那个发型来试了一下。远程教学。林依稀新发型好看，我宝宝好多，哪里？啊，我这样弄，然后我用这个备忘录的那个荧光笔把它涂起来就好了。我好聪明，救命！你也好喜欢李晨曦，他走了吗？他在吗？小慈在吗？啊，它盖不住这个颜色，烦人。他走了是吗？我在看弹幕，等一下，稍等一下，我还在。啊哈。我为什么就是怎么办，快教教我哇，物理公式，稍等一下，谁能教教我这个怎么盖，谁能教教我这个怎么盖呀，我为什么用哪个颜色盖，他走了吗？我用两个图层了，我现在。我看这个颜色能盖住吗？还是盖不住。花颜色图层，等一下，我现在把它弄来备忘录了，因为那个我实在是搞不了。我看哪个颜色可以能盖住呀？哦吼，这个能不能盖住？哈哈，
黑盖黑，我真聪明。啊，完了，那个弹幕我又没看到。我简直是太聪明了，救命！哎，静，就是说，玉洁要拉他的那个什么，还要让我拿，真的是，真的假的？谁？鼻子，那喷鼻子的，喷鼻子的，桌子在哪？在那里哦，让我看微信。哼，天哪，还专门提醒我呢，这是他的东西。是吧？对，呀呀呀！我太聪明了，黑盖黑，我终于这么做。等一下，大家，我在进行中，我的这个好水呀、啊！填充呗，填充呗。怎么填充？不行。我看看。没事，可以吗？我马上把它画完了。疯狂涂抹中。整张图填充啊，不可以吗？好像是。就换一张那个。哦好，那这样我怎么刮呢？请问。哦，可以了，是吧？但是，等一下，好混乱，好混乱，啊！我得这样，你们别急，慢慢来。你怎么看得出来那个是哪个呀？等会儿我把它涂掉就行了。我真聪明，救命！哎呦，拜拜。隔壁是谁呀、啊？是雷香菊。是香菊哦，这个涂抹真的是要了命了，我弄个业务咋那么难呢？到底什么新成员？不是呀，我们队的呀，雷香菊，一个笨蛋美女。我太聪明了，救命！怎么能如此聪明？都怪你不关注，谢谢，拜托了，和我去冒险吧，送的秋天的奶茶，谢谢你。手酸了，真嘟，他真的是笨蛋美女啊！当然是真嘟，哎嘿，呀，怎么不让我涂了？没有，我没有在画画，我在弄那个刮刮乐。就是我今天第一次弄，我昨天看他们上瘾了，然后呢我今天也弄一个，好难呀，就是有点难。对对对，我昨天看他们我就上瘾了，然后我今天自己弄了一个，我看别人我会上瘾，就是我想刮，而且我觉得这样还不无聊。好了，啊，我终于大功告成，先给你们换首歌，神采，你在骂我吗？我怎么感觉你在骂我？最大奖其实我也不知道啥，我随便写了一个。我怎么感觉在骂我？哇，今天我感觉我好，我明天
那些不在班送的荧光棒，有雷吗？当然有了，当然有。有些啥，什么都有。什么都有。哎，刚刚宋雨琦选的哪一个呀？好了，开始。有哪个来着？哦，那个好像很少。开始。选的哪个来着？四十几来着？谁先选？46，46是谁呀？谁选的？46。啊！我的，差点掉了。看我制作的怎么样？你的是什么？18，醋泡，没事。18是吗？我来帮你，这边。怎么办？我是不是要把它反过去，还是怎么的？好不专业！哎呀，将就嘛，今天是我第一次开业务。18。是吧？竖着还是横着？竖。考虑收费画粉丝头像。有啊，这里边有，你也可以，就是可以啊，画头像，可以画头像啊。我现在先把那个打起来。还有一个是什么？画头像是什么来着？一般画头像是啥呀？我实在是不知道。看画工的，那我画工的太好了。对，我没有，我就是昨天去看他们，觉得好好玩，我自己想玩而已。我知道了，画头像我要收，这样吧，画头像啊，算了，好贵啊，突然觉得对你们，全照会不会太贵了？画头像，那就夜蝶。我画啥都行，真的假的？我画画怎么说呢，也不能说烂吧，就是挺好的。价格良心。没事，主打就是一个陪伴嘛。陪伴一个玩儿。你刚刚选的多少来着？18是吧？稍等一下。我好害怕，因为这里边好像有我不太想做的。横是吧？给你数一下，这个怎么数？18是吧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，哎，15、16、17、18，好。谁的直播？我感觉今天直播人好少。哎，18是吧？14看不到，14、15、16、17、18 ，OK， 18是吧？我好害怕。如果你要是刮到一个空怎么办呀？哇，有安全带没？完了，出错了。你在抽那个东西吗？我刚刚在那个就是电台之前看了你。不是。重点是，我现在
重点是我现在我要怎么把它刮掉呢？啊，我好聪明，我退回去看一下原图是吗？算了，我还是失败。什么？一二三。哇，18竟然是空，空，我真的没有骗你，但是只是我刮不掉，但是我打开那个原图看了一下，我真没有骗你，我很诚实的，我看我能不能把它刮掉。哦耶，对，18竟然是空，我疯了，怎么你会是空？恭喜第一位冤种，好好玩这个，我怎么看你们玩比我自己还激动？虽然说有点，46是吧？对，18没了，那我就先把它化掉，好哦。18没了，我就先把它化掉。OK， 18没了是吧？谁？麦麦要46是吗？麦麦46是吗？这个可好玩了，46，我来数一下，14，15，16，17，18，19，20，21，22，23，24，25，26，27，28，29，30，31，32，33，34，35，36，37，38，39，40，41，43，44，45，46，47，不是，你要多少来着？46是吧？这是40，是不对啊，77，49，49，48，47，46，46，你确定？46是骂你。46是骂你。好，我开始骂人了。46是骂你。对，46骂你，那我就简简46号，谁让你踩雷成功，就是被骂一下。骂你，就是完了，这个骂人对我来说是高难度。等一下，等什么？等一下，握手会对象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可以，当然可以啦，可以握手会对象，当然可以啦。你要10是吧？好，暂存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星座，欧皇，就是我去帮你看一下星座运势，真的很准的。你是什么星座？天秤是吧？天秤 ，OK， 我来看一下。天秤来了。天秤。你可以测一测。好，来了。你可能从上一周开始，你心里就容易出现乱糟糟的声音和想法，让你感受到了一些压力，你可能会下意识的去逃避这些问题，
这些东西，直到这件事儿就摆在你的面前，你才会想要处理一下。会建议你本周提升你的效率，不要拖延，不要学我拖延。而且你可能针对某个决定犹豫不决，不要让自己太贪婪，而是选择最优决定。然后，另外你的手什么？哦，你看清楚你身边的某个朋友，也不再抱以期待，或是对于一个你追求或者追求你的人，也看清了对方的真实状态。所以这周开始你会变得很坦然直率，毕竟你没有那么多疑问了。还有这周你可能要避免罚单、违章，还有一些滞纳金的问题。然后有些人则是要购买礼物给别人，或者是要请客，人情消费变多了。有一小部分人会准备参与别人的婚礼。由于你可本周要止损一些理财产品，或者是开取一些财务上的证明。到哪儿了？然后你这周可能会参加竞标或者是比赛。有些人会在本周筹备自己的副业或者创呼吸道什么东西。哦，不对，念错了，创业的手续。你可能会拿到新的证件或是签证，还有注意脚的部位啊，还有睡眠、呼吸道、心脏这些地方的健康问题。有些人可能要注意男性长辈健康问题。职场看来，本周工作容易因为猪队友或者同事沟通出错而带来一些就是损失，但是能补救。你的职场有很快会有人事变动，你需要提前做出一些准备，对自己未来发展思考一下。爱情是不要产生遗憾的想法 ，OK？ 啥呀？好了。你导师的张师妹，搞不好真是我。你选五，真的假的？选五是吧？我1、2、3、4、5。哦吼！真心话，你可以问我。问我真心话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哦，我问你，是我问你吗？都行，我问你还是你问我都行。怎么问呢？你问我或者是我问你都行呀。好，不行。为啥呀？我问你。我问你的话就是，真的，我想想，你问的可狠了，那，我问你的话就是，好，严肃问题，就是。什么情况下你会出坑我？好，回答吧。我就是什么情况下你会直接就是不看我，就是出坑吗？
好严肃呀。好，回答吧。有点严肃，真的吗？一点儿也不严肃好吗？送命题而已。感觉现在问你，完了，那你，好，那你回答。我的某一个事情或者某种状态让你觉得心灰意冷。某种状态，什么状态？跟没咋一样，高手呀，真的是。楼上的是高手，是吧？他的这招太高了。营业不积极啥的啊，就是我摆烂是吗？就是我摆烂什么的，是吧？你的意思是我摆烂是吧？哇，他还是放马雷。我来扎一下。换个小号看，大号没电，好听。放紫色发圈，放了紫色发圈。哦吼，你还要选是吧？哇哦！刮个彩就是费钱，所以我说我昨天去取经，我让我粉丝都变成。好久没炸了，看到没？真一剑变穷。笑死了。原来取的是这个经，对啊，你们就不会心甘情愿被我骗是吧？36，就一张大概多少？是多少呀？我真不知道哎，这个。哦，当然有打折，那就买三送一吧。买三送一怎么样？没有啊，我说买三送一，就比如宋雨琦他买了三次是吧？哦，对对对，这样啊，那不然怎么样？好，那你36是吧？刚刚。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，好烦。竟然是飞吻。哇哦！
那就是让我来学习一下吧。我昨天刚学的，就是完了，就是哇哦，我都只对过小麦飞吻，看来我还真学不会。就是什么，一般是大奖没，大奖当然有了，幸好去医院打针。好，我开始了，就是就是他们一般是什么，啵啵啵，就是这样。你们就喜欢这种是吧？共享飞吻啊，很可爱喽。嗯哼，等你。哦，小勾要玩是吗？我看还有几个分，还有。嗯哼，小勾选起。22，好的。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，你是查水表，好搞笑，你踩雷了，你踩雷了，你是查水表。你想被查吗？完你天天说真来了，说吧，你叫什么 ID 是什么。叫什么，微博查水表，那去哪里查呀？不然一般在哪查？小勾叫什么，就是你这个 ID 吗？微博就是这个名字是吧？好的。你也去看看。怎么没有找到这个用户呢？这个 ID 是呀是呀，没有找到这个 ID， 手速快不然就上来，没有找到这个 ID。在我微博下面有评论，啊哈，我知道了，哪条微博呀？是最近的吗？啊哈，我找到了，哈哈，我来看看吧。他最近参与的超话，一个是我的，一个是方大同的。小勾好像啥也没发。发了一个，可恶，刚刚发的，就发了一个可恶，怎么就没了？啊哈，我来看看你的关注。看关注，哇哦，前辈前辈。哇哦，一堆前辈。哇哦，发现了什么呢？啊哈，发现他的微博好简短，啥也没有，好社死。
敢在微博发疯。就其实没啥。关注了，这你有单推吗？没有，他就是飞前飞。哎，我是不是可以给你们看他关注了谁？还是说就我自己看？是吧？哦，你们看的是镜面的，不行。你们看的是镜面的。反正就是，其实也没啥了。哈哈。啊，这都被你发现了。这都被发现了。啊。对，经过他同意嘛 ，sorry。好累。笑死了。好了。茶水表又会整一个，那么喜欢被茶水表的。好了，你继续刮吧，继续刮吧。好好玩，就是我整的有点，就是我还没学会怎么刮，就是等我去那个问一下他们怎么弄之后。现在你随便说一个嘛，反正你说我看看。被刮的我都那个脑子不好，没关系，你随便说。如果被刮了，我就提醒你，让你再换一个。29 37 21 22 23 24 25 26 27 28。你怎么那么倒霉呢？嘿，宝贝呀，你干嘛？我在跟他们玩游戏。呀，你怎么那么倒霉呢？这是什么游戏啊？就是刮刮乐。刮刮乐怎么刮？就他们说一个数字，4728。等一下，37。哎，他是多少？29。4728。29。30、啊、是空。是空。哦，说的刚刚送你一次，再让你刮一次吧。是空，也太搞笑了。我要吃这个。什么？你吃呀。是空。一茶水表。现在就去查你。茶水表。对啊，怎么又空？就是。没几个都被他踩了。明天休息了呗。明天休息吗？嗯，我明天没课。啊，我靠，我突然慌了。相信我，你的微博名我肯定能搜到的，我肯定能找到的。这个是什么啊？灯吗？建议去对啊，灯银石广场店。什么冰淇淋？什么冰淇淋？慢点，很辣是吗？唱的不辣。我找到了。哇哦！你是美人鱼吗？眼睛那么像他。哇哦！
战斗广西队，然后拿着我的扇子。这不会是剁青椒吧？他，哦对， yeah. 他8月21赞过周树群辈的微博，我找到了。迪迪的麻辣王子。哦，你在上麦是吗？嗯。啊。上麦。被呛，被说话，说话的时候被呛到的。然后吧，这儿有毒吧，真不该随你的我来，可以看的吧，反正。然后还在这艾特我，准备和大家播一会儿，2点吧，2点和大家说拜拜。然后去洗漱一下，然后搁这儿呢。今天好，这儿呢。其实你要慌张，你慌什么呀？你为什么要慌？啊，就站着。果然蹦迪不适合你，你真的老了。哇，这是给我写的那个诗吗？藏头诗是吧？藏头诗是吧？何人邀我看明月？梦遇佳人弹弦琴，笛音萦绕难相忘。我托明月寄相思，然后艾特了 CGT 佛帖。是的呢，粉色的你如此 cute， 哇哦！然后呢，6月22号，这是我刚出道的第11天，艾特我，你爱上了深烟。然后这儿6月15号，每次喝完都在想敌，然后又艾特我。然后6月14号想敌，然后又艾特我。然后这儿一杯接着一杯，就是为了等我直播。笑死了。好，查的差不多了。刚雨欣过来找我。查到水厂去了。粉丝牌子。什么粉丝牌子？进。你在直播吗？对。小粉呢？不知道呀，咋了？他怎么不在呀？他不在吗？对。去哪了？喵喵喵喵喵喵！干嘛？你刚刚上外卖了？啊。你敷了什么？燕子蹭在我脸上了。对的。走了哈。拜拜拜拜。突然想了一下。一大堆歌词里面好像说我觉得最大奖主要不知道你们喜欢啥，
春晚每天我看是吗？最大奖当然是飞吻喽。还有两个，可以继续啊。明天我想想，明天我干嘛来着？没有线是吗？那就来唠一会儿吧。对，乖乖的一点也不熟练。转盘，有转盘呀。有转盘，哇哦。做个实体的吗？哇，好久没玩这个了。做这个，这个是做什么来着？甜甜圈。好想给你们看呀，可惜我今天没有。啊，对，就是那个。嗯，怎么可能？这什么食物？给你们看。哎，我怎么把镜面关了？啊，电话响了。怎么把镜面关了？你怕我太懒？什么怕我太懒？什么意思？我不会懒的。啊哈，这个人要什么来着？哦，哇，这怎么加速？我给整忘了。制作实体转盘，然后怕我太懒啊。没有，我有空我就去做。怎么把镜面关了呀？这个关不了是吗？我有自拍杆呀。哇，这是熟的是不？还没。哎，这个要拿去哪儿来着？完了，我忘了这。哦，这儿要什么的来着？
看我做的怎么样。啊，挤多了这个。完蛋了，怎么办？是不是这样？完了，我一直在挤这个。完了，这个糊了。怎么一直在挤呀？这个，哎，这是把它移到哪儿来着？哦，我会了，我太聪明了。这个，我做的些许的好，怎么那么多单？我的天！啊，电话来了。你记得你玩过，好急好急，怎么会有五单？救命！啊，能不能快点念？第三单要什么来着？先去炸着，然后看第四单，第四单是这个。然后第五单是这个，哦，三个，一个这个，两个这个，开闸，那个加速器，我怎么没有那个加速呀？我正好准备玩了，我之前玩的 P 三。你那么快点，哦，这两个人在等着，好慢呀，炸的好慢，汉堡店和这狗店，等我用 iPad 下了那个，我下次就可以给你们播了，我觉得挺好玩的。啊，这个是好的吗？所以它这个颜色应该是好了吧？草莓，完了，那几个啊，来不及了，快点快点，完了，糊了，怎么办？哦，不能说糊了，要说焦了，不能说糊了，要说焦，怎么办？焦了怎么办啊？没事，他吃焦的吧，他不会吃生病的，先吃着。没事，可以吃的。嗯，哦，这个，
这个要什么来着？哦，这个，这个键我怎么撒歪了呀？每次玩那个汉堡店，我都来不及，我就在那赶命。完了，我怎么挤成这样了？好了，我玩玩这个，我就不玩了，跟你们聊一会儿就下了。好喽，60分，好惨呀！用 iPad 呀，用 iPad 玩的。哦，我最近爱上一首歌，给你们听一下。但是用 iPad 玩的。哎。最近爱上这首歌，我觉得这个前奏太绝了，救命！没有睡呢，还没睡，给你们听这前奏，我觉得好好听。好听不？那个前奏没了，我只觉得他前奏好听。他刚才我涂了什么？哦，我好久没播到现在了。我说我好久没播到现在了，就是只剩我跟袁一杰在播了，现在进来。行不行？我明天得洗澡，也不是洗澡吧，反正得有事儿。去洗澡了，去吧。还有什么 ？X 徐玉涵啊，他在播电台是吗？他是在播电台吗？唱 KPI 在干嘛呀？
干嘛呀？啊，月底那个补档，我这个档怕是有点难补吧。他补多少档呀？啥规则？就是一个补档活动，就是比如我，对啊，我刮刮乐有大冒险，你不太懂。那个补档就是比如上个月我拿了多少，然后这个月比如这个月我又拿了多少之类的，这样。然后它有一个补档表的那种，云姐在哪？连一下她，看她在干嘛。玩会。对，好油。Hello， 迪姐。你好油腻。我很清爽的。好腻啊！怎么想着连我？你在寻找我吗？你居然在寻找我的身影，我好不习惯啊！我的妈呀！只有你一个人不？六，你怎么戴上你的猫耳朵了？因为是想当猫，想当猫笑死，被伤害了，怎么被伤害了？你在说？我待会儿还要回来呢，你这么迫不及待就想见我，真的是，我的思念已经涌出来了，是吧？滚呀，我挂。哥，那我先挂了，我待会儿就回来了。拜拜。对，我们一个宿舍，但是他现在出去玩了，去他们房间去玩去了，去浪了。他去浪去了。难怪今天房间这么安静，是平时太吵了吗？什么意思？你们去睡了，拜拜了，拜拜。嗯哼，我们这开了呀。嗨，第一次选播一个，笑死了。我感觉现在竟然没睡，现在2:14，是因为今天播的人太少，是因为今天是工作日吗？可能现在大家都在梦乡当中睡着了，只有我一个人才是精神很好。但是以前我也很晚播，我也不知道为啥，我怎么做到的？然后后面就逐渐变得比较的早。睡不了一点，天天4-5点睡，是吧？我也是睡不了一点，哇！我要去听一下那首歌，下课铃声。下课铃声。
我最近刚学的。你老师。好打 call 词什么？我今天刚学的这个舞。的表情，像个铃声，像某种约定，一直延续，只给你回应。哇，这首歌我还觉得挺好听的，主要是。我最近喜欢听的这种歌，怎么回事？好好听着这个，好好听着这个，我最喜欢这个歌，怎么回事？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睡，因为我睡不着呀。这时候好，晚上好呀。你们写作业不敢睡，真的假的？现在写什么作业？暑假，暑假作业没写完，然后要去了是吗？明天开学了，六，加油！无能狂怒，我记得我之前也是。写作业也是写不了，然后就在那儿，就是熬着夜躺在床上，就是趴在床上写。咋了？
在江宇他们房间。Baby, take a chance, cause I want this to be something straight out of a Hollywood movie. 还有吗？什么东西？他带过来的，我没吃。竟然有人真的在写作业，真的是。哇，我感觉我好久没有那么晚播了。我感觉我最近这两周不知道在干嘛。我这两周好像没怎么播，我感觉就是那种不知道我在干什么。So now I can't stop thinking about you. 没有人回来的。Figured out all the clues. So now I, baby, take my hand. I want you to be my husband. Kiss you, my Iron Man. And I love you 3000. Baby, take a chance. Cause I want this to be. 最近是不是挺晚睡的？是有一点。是有点晚睡，其实我也不知道最近在干嘛，反正最近睡得也挺早的，也挺晚的，乱七八糟的东西没说，作业也没写多少，加油。早睡这也算是一种早睡，六确实是的。哦，对，我最近就很喜欢看别人直播，我不知道为啥。然后我自己没怎么，就是最近，可能是因为比较我原来从来不看直播的，我原来从来不看直播，就是可能最近我就是不想播，然后就。就是怎么呢，就感觉很累，然后对啊，挺好的早睡，就最近比较焦虑，就感觉回来成都就比较焦虑，然后呢就不想播，然后就说去看看别人直播怎么播的。所以我就是好几天没播了，然后今天就那么晚还在。之前说的原因也不是，之前那些其实都还好，就有一点，就是不知道怎么说，就是。我也不知道怎么说，很迷茫，不是，就是感觉不知道怎么前进了，有点。然后我这两天就思考很多嘛，所以我就没怎么播嘛，直播间只剩几组。我都用你房，你口袋看一下。有金玉的老鼠带我走，什么意思？就边摸索边前进吧，就主要是太，对，差不多吧。确实，我们一说完，哇，爱也会。
感觉现在有一点这种感觉，有点低谷的感觉。没错的话才出道两个月，对啊，我们出道都快三个月了，找不到方向，就是感觉回来了之后比较的有一点不知道怎么说。谢谢菊系春韵送了三个巧克力，谢谢。迷茫了吧？我都忘了。对哦，新人进来之后肯定就是大家更哎呀都一样的，就是反正。所以就是现在还是挺会想挺多的，主要是得想好自己要。没关系，那个什么胜利是卷出来的。胜利是卷出来的，没关系。老成员不是你，如何固守人心，吸收人心？这是什么？我去看看我。主要真的最近有一点这种感觉，就感觉没办法往前走的感觉，就不知道为什么。什么东西？就是没有我数数有多少个粉丝，
就是反正最近就感觉有点停滞了，完全不知道就是该怎么如何往前进，所以这两天在想很多。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说，忘回来了，笑死了。发点舞蹈视频翻唱，其实我也发呀。哈喽嗨，其实我也发呀，要谢谢茶叶罐子和李亮送的巧克力。发的太少了，确实。这样吧，以后我把 vlog， 以后我把抖音都改成发那个舞蹈视频。反正就反正得规划好。没有 B 站号，我们可以下 B 站号吗？豆豆，我们可以用 B 站号吗？新号。那我就用那个创一个号，然后发。明天翻牌前，就最近真的有一种这种就很焦虑，就是如果我不在意工作的话，我可能其实现在的状况还不错，但是就是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说。不是，肯定不是在意你们看吧，目标肯定是有的呀，所以就是感觉现在就有一点没有那种的，我想形容一下，当然是 red 了，没有，就是有一点就是最近前进不了的感觉，然后这两周我都。不知道怎么说，其实也不是，就是想的是可能那个就是注定没有拿到吧。也不是说没有拿到现场怀疑自己，就是那个东西可能就是注定就是没有让我拿到吧。但是呢，就是给公司呀，给公司。礼物一般就是给前台姐姐。然后检查完我们才能收。
留你们自己的电话哦。肯定是留你们自己电话，怎么会留我们电话？不留你们自己的电话，留自己的电话。应援会，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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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送礼物的话是留自己的电话。送礼物的话留的是自己的电话，是的。怎么办，朵朵？就感觉，哎，不知道怎么说。就是感觉前进不了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有一种前进不了的感觉。确实，妈呀！我现在我几点下？怎么云姐她是要把我熬走才来下来？我等你过一会儿去。好久了，你去两步，等会找你。拜拜。拜拜。其实你也有这种想法。顶不住了，晚安，晚安喽。啊，真的呀，你们怎么都没睡呀？2:38。熬夜决赛，刚刚特意点了杯咖啡，真想你现在喝咖啡，上班。竟然在上班，想前进不了，反而赶到自己都想摆烂。难得放假没上班，哦吼，真的假的？没法前进，但这种现状没办法，我感觉这就是这条河，它就是很考验心态呀。嗯，就是得会规划，得会去思考，自己要做出那些改变，然后等待，然后就是熬，就这个办法，没有其他的。努力练习舞蹈和歌曲，我其实觉得我现在最大最大的问题不是唱歌和跳舞，真的。失去的东西捡回来吧，我感觉现在有一点，我感觉现在其实这些，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，
就是什么呢？我谈恋爱的人终究会看到，对啊。就是可能是可能人一焦虑就这样吧，像这条河就是这样，就是需要一个去思考。然后呢，其实我觉得不是这些，都不是这些，就是缺怎么去想要做一个什么样的自己，对吧？哇，我以前是怎么播到三四点的，我现在怎么就天哪，我突然觉得我以前好溜呀，怎么会播到去来喽。谁呀？谢谢贝勒利送的荧光棒。我跟他聊天，对啊，不是以前我真的播的好晚，我以前都播到四五点，我感觉我现在，我今天也是十二点多开始播的，是吗？不是很早就。感觉好焦虑啊，我最近这两天或者这两周，就从上次我们出去就是对，就是感觉陷入一个瓶颈期。什么时候出去？去哪去？就上次你我去哪，我们出去玩。去哪玩啊？我疯了。就反正就是上次我们，反正就是从上周开始我开始就是陷入瓶颈期，我感觉我，然后我两周这样，然后两周就在思考，我到底该怎么工作。我也在思考，我这个上麦偶像怎么发展下去？对，我就是这个问题，怎么发展下去？就是，感觉陷入了瓶颈期，是瓶颈期吗？也不知道怎么说。我这个麦。对，你好懂我，就是感觉陷入了瓶颈期，就是要怎么发展，往哪个方向努力。哦，做什么？我还是那个需要考虑的。怎么了？上麦要上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？你是上到，我下播是吗？你怎么还没睡？现在就我们两个人了。啊，我在这谈。不是，我再来一个就是一个了。你要直播吗？我不知道啊。你什么时候播呀？你什么时候下呀？等一会儿吧。啊，我待会儿下。啊，我的小猫咪啊！好难，就是播到现在，你是吧？我好久没播到现在。确实。拜拜，你今天上麦。行吧，你看谁在我们房间？雷什么？你还能了啊？三局这是，笑死了。雷对呀、啊，雷星梦不是睡觉了吗？他们怎么到处跑啊？好吧，主要是我唱别是吧？今天见到怎么到处跑？拜拜，那我先下了，那我先挂了，拜拜，我待会儿回来找你一起睡觉。拜拜。连麦上也不能哼你。对啊，就是感觉就是，就是比如刚开始的时候，我知道就是。我当时最需要的就是让大家认识我，所以我当时好像很积极的营业，我当时每天都播，基本没有哪天落下过。然后现在就是晚上好呀，弄还在播，对呀，我好久没有播到现在了，所以再谈一下人生感想。也不是人生感想吧，就是焦虑的感想。就是之前我还知道自己缺少，我之前就觉得
哦，因为是新人，然后呢，就是感觉缺少什么什么之类的，然后所以我当时明天就很用心的努力的播，然后现在就是因为公演，然后增加了，然后很多什么联合公演就是一堆之后，我发现我就播的没有那么勤，没有那么勤之后吧，其实他这也不妨碍，因为不妨碍什么，推荐给几个朋友看看，好呀，但感觉还在新手期，在摸爬滚打，对，然后就是现在这种感觉很难受，就比如等就这就等于我学了一支舞，然后学了刚开始，然后发现好。怎么的呢？谢谢所雨其实招女生送的荧光棒，就是不知道怎么说。谢谢茶叶罐在河里浪送的巧克力，努力宣传我吧。我这个问题是怎么呢？就是努力吧。就是努力就好。对啊，没有办法呀，就是只能这样。然后今天开会又说，就是说我们的公演呀什么之类的。确实是这样的，谁呀？是勇敢吗？对啊，就是什么上座率之类的。谁呀？勇敢。还没睡。没，我在谈，跟他们谈人生。还在直播。我好久没播到那么久，我这两周感觉我这两周就是因为感觉太焦虑了。你播多久了？两个小时，我12点多播的。嗯，现在几点了？两点多了。两个小时，我感觉我好久没播两个小时以上了。我最近播都是20分钟、40分钟，就下了，咋了？就是你们的公演怎么说？你不知道该不该说？你说。就是我现在有一种，就是这两周，就从上次我们出去之后开始到现在，我那两周，这两周一直都感觉很。在跟你说话啊，就是说我也在跟他们说，他们刚听了一遍，G2 人均熬夜达人，对啊，就感觉就是回来了之后前进不了的感觉，有一种，就是那你去看吧，然后你顶不了你去后排坐，然后呢是大夫什么意思？也说挺无是大夫说挺无聊的。嗨就是现在还有就是每周公演复排，好累啊，这个头可不可以自己干？也不是，你其实那我也看空，我不知道怎么说，反正就是感觉瓶颈了，就是前进不了。你觉得我们的歌缺少一种，对吧？缺少一种带动感，就除了最后三首歌大家能嗨一点，其他的呢？啊哈。遇到瓶颈，对啊，瓶颈到我感觉，
且现在你看嘛，就是那种反正就是很强的 MC 话题。这是银耳汤，不是什么银耳汤，曹氏吃剩下的汤。我想吃凉的，想吃东西。真的假的？你别走，你去把手机拿过来。对啊，舞蹈唱歌其实也很重要，但是呢，就现在有点不知道该怎么无从下手的感觉。无从下手，然后这发型还不能换，我要是能这个发型就好了。其实我真想到时候换，我感觉这个，对，我要是能这样上公演的话就好了。他为什么那天还在那说换发型的事儿，我就在那说，忍一忍吧。其实我现在不是唱歌跳舞的问题，我发现了。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哈，就是换个发色，就是我现在很想要那种焕然一新的感觉，我感觉再这样下去要完蛋，就是这样，感觉现在这样下去要完蛋。造型嘛，只能靠你们口袋看我我想要的发型了。然后公演上根本就看不到，只能就是口袋看我这样的发型，要不然就是看不到我，就是只能这样。口袋也挺好的。嗯哼，勇敢来了。我不会露脸吧？没有，不会。赐予我勇气说服这。我要背词了。焕然一新，你啥时候演？二号三号。我现在没学会，后天就检查。真假的？星期五就检查。对啊，铁妹不一定，快来探讨这条河。铁妹不一定能吸引很多粉丝，除非有一个契机。对啊，这种东西就是需要一个契机。哪里能充电？这里啊，桌上。你随便拔一个都可以。变铁了呢，闹舞。云姐竟然还在火，哇！我真的好久没有挑战这种，就是火到最后只有我跟另外一个人，或者是。只有我什么之类的。想喝银耳汤。现在吗？现在喝银耳汤。有吗？思考问题。是吧？是这样。没有限制，只是我最近真的实在是感觉没办法往前走的感觉，所以我就其实有时候我也在想就是空出几天一直休息，我感觉到现在就没有怎么休息过，我感觉所以就没办法前进。我知道我适合什么风格，你先尝试一下。不是微博，是因为有 KPI， 所以我必须得发。
是我还没发你。笑死。不不不。我明天要那个。我要下了，准备。56了。说下就下。甜妹不是不行，只是相比起来，对啊，就是其实，等我研究明天跟你们说，我要下了，思考去了，拜拜。你说我是喝南瓜粥还是喝？你认为甜妹可以拯救世界？好，跟我那就想法跟我说说，分开说吧。什么？我是喝南瓜粥还是喝八宝粥？肯定是南瓜粥。拜拜，晚安。晚安，拜拜。好的，晚安，晚安。你喝过南瓜粥？